在红咖棉是3年8个月20天，他的日子我们很清楚的，不会忘记。3年8个月20天，我们用一句话这么形容吧，当时的环境叫做无形的墙壁。我用一句柬埔寨话讲吧，国阿锦江要来加坡呢，国阿面锦江的监狱没有墙壁的，你走去哪里都不可以的，你怎么跑？红高棉时代下，原本贵为师表的周杰明只能装聋作哑，苟且偷生。稍微不如意，他就拿你一家人一家人失踪了，失踪就是没有回头了。你犯一点点错误，比如说你工作不积极，或者他知道你以前龙奈时期你是有钱人，你是知识分子，那我们也是知识分子啊，可是我们装聋作哑。他知道我是教书的，他没有特别为难我，可是我先生就不得了了。我先生这个经历也是很惨的，比我们在红咖棉还惨。那是1977年，他要建一个大坝，水坝，不是要挑劳动力，要挑你吗？他给你的任务，一天100担泥，100担啊！他是一个教书佬，怎么顶得了？结果啊，你看他的嘴腿肿得好像那个大象，那一晚就跑回来，偷偷跑回来，砍了2根那个芭蕉树，用那个芭蕉绳就绑了一手就抱着，一手就划那个湄公河。我们的家下岸大概50米就是湄公河。那刚刚那时候越南有那个军舰的巡逻，因为他跟这里不好了，关系已经恶化，他要军舰巡逻，捞上来也不问原因了，说你是间谍了。他说我先生的越南话讲得很好的，跟他讲不是，我是逃难来的，而不管你3七2十一。把他抓进监牢，在越南监牢坐了1年多，要2年，一直到我们这里解放才把他放出来。我就纳闷他去了哪里，游水去越南这一招我想不到，我以为他不要怎么去死掉了也不知道，我也想不到他用这个方式给他逃出升天了，要不然他真的被打掉了，脚总不可以工作。他不在了，过没几个月，我那个大的男孩生病没有药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把他带到他们的儿童医院，死了3个月才来告诉你说你的孩子死了。先生不在了，大男孩也死了。政变五年，在红咖棉是3年8个月20天，那越南军从我们那边打过来，因为边界嘛，我们就从那边存下来的人就逃啊，逃出那边，想方设法回来金边。幸存挺过赤柬岁月，周杰明辗转在大金欧柱下，再次拿起教鞭，继续当上地下家教。我的家本来是在金边的嘛，他不北京，首都清空也没有人，只有越军，他说他保卫，还有因为他还有那些红色革命那些暗藏分子，他要保卫，我就在大金欧住，一直住到现在，金边的家也回不了，当时这么规定，谁先住那个家就是谁的家，你不可以去争为啊。所以我就住在大金欧了，在大金欧也是做地下做家教，
回车上火，一路做家教。当时做家教也是很危险啊，什么水管教书啊，教中文啊，叫你去监禁啊，罚你的款啊。可是我们不管，因为家长很支持，整天说不要紧，说你去坐监牢，我给你饭吃。因为我们这些华人呢、很希望自己的孩子懂得中文。红岗棉那边已经断了三年多，龙奈那边断了五年，十多年了，华文教育断层了。在红岗棉死的死掉，出国的出国了，是吧？有很多我们中文的知识分子跑到国外去了，很多很多，剩下没有几个了。所以我们不去教，有谁教啊？很多家长都不希望孩子一个字都不懂，连自己的根在哪里都不知道。苦守教育最后一道防线，周杰明等地下教师终于迎来政策开放的一天。一直到1992年，检察理事总会申请成立，啊，那时候得到谢姓亲王多元化的开放嘛，给你华校复课。首先是段华，1992年段华复课，那我们从政呢，1993年复课的时候只有一栋楼了，这栋这个客家会馆。那当时的校长是客家人，是我在金边的华侨学校的同事，他知道我还活，托人找的，找到最后在大井楼找到，他叫你快快来，来帮我，来帮我，我们学校复课。那1993年我就来了，从起初600多人到发展到4000多人，我们从60年代。辉煌的时期经过20多年的断层，那现在搞了起来。一般来说现在的发展还是势头比较好，如果不是这个疫情，真的疫情搞垮红岗棉的考验，我们还顶得了，我们还看得见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努力去争取我们的安全。可是这个疫情啊，你跟我想想怎么防啊，防不胜防啊，是吗？今天又听到这个，明天又听那个，有的打了预防针听说还会啊，困难啊，就好像刚才我跟你讲一样了，上网课的困难，家长不理解低班的孩子不能够读书，生源又去了一大半，家庭环境的关系没有条件让孩子个个都可以上网课，所以每间学校生源都是减少，我感觉到压力很大的，老师们也压力大，我也有退休的打算，可是难找人，你自己退你要找个人来接你的班。老实讲一句，柬埔寨的华校呢，你要找柬埔寨华人当校长，你容易跟家长沟通，是吗？你社会关系容易，所以你看看现在的各个华校的校长，是不是都是柬埔寨华人呢？中国老师一大堆要来帮我们呢，但是他来当华校长不适合，想培养接班人。可是老实讲一句啦，一校之长你很难找。这个我爱我的祖国啊。